Cao Jun， 1966年生于中国江苏，现旅居纽约，曾在新西兰生活十年，现任纽约纳苏郡艺术博物馆艺术顾委会共同主席，中央电视台网络台艺术顾问，为中国人民大学、南京艺术学院、山东科技大学、中国传媒大学客座教授，分别在中国美术馆、美国波士顿学院博物馆等地举办个展，参加2012巴黎卢浮宫国际艺术大展并获金奖，参加中国第13届全国美展进京展，作品被美国常春藤大学列入教材，并被欧美大陆哲学学会列为研究对象，作品多次代表亚洲，在欧美博物馆中与毕加索、马蒂斯等大师一同展出，被联合国官员称为影响世界的华人艺术大家。